可能十万就可能好点。先拍一下试试，说不定就打好了呢。五散这多少是吗？对。再打吗？你们还没人出过了吗？他不是看对比度吗？慢慢不就有了？别着急呀你。那你对比度的话，他打不出来，调啥？肯定今年最白了。这个你，就咱这几个天干啥的？有些可能都不显示是吧？今天还是查完一个事儿，我看另外一个。